谁是麦基哥啊？谁？嘘，不能把这就哥哥姐姐们的小号暴露出来。咱家兄弟咋那么实在呢？天天，那就为什么大号走了，小号那就是不想暴露出来？你们怎么非得说出来？学聪明一点好不好？脑子去聪明点。哎呀，就是你们这些大聪明啊，就是不要讲，偷偷讲，不要深说讲。不能说出来，不要说出来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知道，别说出来。要唱什么？007不是？什么？谢谢我们彩虹团的宝宝，这首歌叫《进退两难》。谢谢宝宝，谢谢，吓死宝宝了，猫猫毛吓不着。刚才什么歌？进退两难啊！刚刚那首歌叫《进退两难》，兄弟们，你们能不能学聪明一点？不要讲出来，不要讲出来！你们怎么都是老实人啊？真的，咱们家老实人太多了。感谢我们刷刷，我给你起个名吧，不叫分儿逼不刷了，你叫刷刷，以后就洗刷刷洗刷刷。这大眼睛真好看，谢谢。来这首歌留什么给你送给大家好吧。谢谢小歪。哎等一下，我唱了半天歌，我觉得这个榜单不对呀。不是应该大哥吗？都是大哥呢，对面可是跳舞的小姐姐，大哥们呢？大姐们总是帮大哥们去这个争取节目，大哥们呢往前走一走啊！哎呦我的妈，不对劲儿啊！那天离开你，留下几个字给你，心若像潮汐，梦如过却的爱就任它去，圆满的结局终究可望不可及，感情要休息，流浪要勇气，还想不想你，很久以来都不敢碰触的问题，每一次都出现在起风的夜里，让不很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，爱都是开始的很美丽，结束的没道理，想想是很可惜，也许应该多陪陪你，应该体谅你彷徨的情绪，可是我不定我的心里，不确定的轨迹，明天会在哪里，而什么能够留给你，来不唱了不唱了，坑大哥吧。来从现在开始坑大哥，专业坑大哥开始了。谢谢麦记哥，你看看麦记哥才是真正的大哥，直播间的大哥们薅羊毛了，赶紧把头伸过来，薅毛了，所有男性朋友热气球搞起来，谢谢玩哥，所有直播间的男生朋友刷起你的热气球，实力薅头发，感谢谢谢我们人生大哥，谢谢玩哥，所有的男性朋友热气球，感谢期待美好薅头发，把头伸过来，谢谢昆仑哥，谢谢鱼哥，薅头薅头，感谢送来热气球的薅头大哥，
充值，充值了。感谢赤甲红大哥的薅头发。这边干啥呢？谢谢薅萝卜哥的两根头发。对面干什么呢？这不是耽误我的 GDP 了吗？拉的这么高，拉的这么高，我们家的头发怎么薅？我好像说大话了，你别说话了，玩哥。哎呦我的妈！对面这个这么高，我们家还怎么薅？谢谢玩哥，谢谢银峰姐，谢谢玩哥，不薅了，这咋薅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太高了，离得太多了，哥，哥，别撵了，哥，这也太高了，真的，不能磕你一个人薅，谢谢萝卜哥，谢谢萝卜哥冠名。不扯呢吗？哦！大哥，请坐。玩哥，坐坐。玩哥，请坐。玩哥，请坐。谢大哥，大哥又破费，又变成葛优。恭喜玩哥今天成葛优，感谢玩哥，谢谢我们人生哥，感谢麦记哥，谢银峰姐，感谢萝卜哥，感谢我们佩婷姐、郑然姐，谢小白，谢宁姐，谢球姐，谢谢所有送礼物的大哥大姐。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翻滚。不太好意思呀。这不是可一个大哥薅了吗？玩哥一下成葛优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谢谢大哥，谢谢个电关注。那我现在该跟你变，哎，怎么会有回音呢？跳个老野猫吧，要不然。不是天啊！我刚说我跟你变一个老野猫。怎么变？我刚说的是跟你变个老野猫。送医药费，我去！哎呀，我家大哥就喜欢给。漂亮小姐姐，不是你家大哥喜欢打小姐姐。感谢玩的佛，谢谢玩的佛，谢谢、嗯、他喜欢看老野猫、啊、不行的话你跳一段行不行？哎，他们喜欢，我知道，我跟你讲，看你看，我会变跳开火车哦，我真的，我给你变一个，我绝对，我跟你说比开火车好看多了，你相信我，谁骗你谁小狗立马变。好，这手里什么都没有，我、哦、放一首那个，就是那个比较，嗯，比较，嗯，那个就是那个，嗯，的音乐。好。没有，没有。洋洋，你要看清楚哦，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传女不传男。看清楚，手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一张纸，对吧？纸是真的纸，可以擦鼻涕。再擦嘴巴，然后塞进去，塞。感谢佛，谢人生，谢人传女不传男，看清楚，传女不传男。然后我对着他吹三口气，喵。就是说退票，你给我退票，惠子，这不精彩吗？这不比江抖抖变那种魔术精彩吗？我觉得还是挺可以的嘛。我们要不然欣赏一段舞蹈行不行？火车，好好好，那个开火车好不好？你这个魔术就当是赠我的，我看火车呢。嗯，好。可以吗？有两个版本的火车，你是看第一个版本还是第二个版本？只要是你的版本，我们都爱。好，那第二个版本的火车，我给你跳，推推推。来了，好来了。孩子多多。
谢谢佛系人生。不用补眼睛了，这个可以睁眼睛。我觉得这个男女老少皆宜。这个我学会了，兄弟们，下次给他跳。这第二个版本的。下次如果我输了的话，我就给他跳一段小夜，不是开火车。好，欢迎大家进入儿童频道啊、那么。这和我有一只小毛驴有啥区别？没区别，就是动物不一样。一个会动，一个会叫，就是那样、那我走了，很感谢你这个亮丽的舞蹈 啊！感谢佛系人生大哥，谢谢，好，拜拜，回来，拜拜，谢谢我们佛系人生大哥，大哥是菏泽人吗？都是我们山东的吗？欢迎大哥来到雅雅直播间啊！退票来不及了，未退。被退还进幼儿园了啊，这个娱乐一下，每天可能看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，看太正经的舞蹈也没意思，主要前两天月清哥他非得要看这个开火车，结果让人骗了，月清哥被惠子骗了，今天没有开上火车啊，感谢我们菏泽大哥，谢谢大哥。玩哥呀，玩哥，今天属实让玩哥破费了，玩哥一会儿你别吱声啊，我一会儿换下一个女主播的话，我希望你别说话啊，你也别吱声，你也别上票。因为这个女主播也唱歌也挺好听的，但是吧她家挺也挺厉害的、连她一下啊，连呀，怎么连不上了，怎么了，刚才还连了呢，现在怎么连不上了呢，嗯，过儿童节了，嗯，谢谢玩哥给送的医药费。柔心一下 Hello 嗨佳佳，哎，我今天听说你去猪圈里播了，我出来了，别提了，去猪圈给我都给这两天因为情绪不好，在直播间怼人了，给我封那个搞我流量的不给我送了，扣了12分，气死我了，还敢不敢说没大哥了？没有，我就先坑会儿大哥嘛。谢谢佛哥，感谢佛哥。那个今天。哦，我今天下午看你在猪圈播的，我还当时我还说呢，我说这佳佳这是拼了，都不去猪圈里了。嗯，那必须得拼呐！你告诉我，今天咱们俩能不能玩一局这个众筹局？可以，就是咱们可以玩个什么众筹，我们玩100，我以为是总票呢。你既然出来坑大哥的，我也是，然后我们就打总数嘛，坑的多。对啊。主要是你们家有大，你们家大姑什么的太厉害了。我大姑这会儿不在，在开直播呢。啊，好，他卖货呢是吧？对，我们这样，棒棒糖众筹票可以吧？猪圈有没有双排扣？肯定有啊，大哥。那有母猪就双排扣啊？那有那个行吧？棒棒糖局是吧？好，那就只允许上棒棒糖是吗？对，别的礼物都不算，我设置10万个棒棒糖，你设置多少？都一样，就设置到顶10万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开始棒棒糖局。好，嗯，放几瓶。那咱们重新连，好吧？帮我设置一下，好，再来一局，放起来设计一下。嗯，咱们这局就棒棒糖局哈，咱们重新来还是怎么样？就8分，重新来啊，重新来吧，正式一点。好，嗯，闭麦。嗯，闭麦。还没说，哎，坑大哥了，家人们，一起众筹。他们说惩罚了，不是咱大，那一会儿再说吧，他输了再说吧。这个双排扣是啥意思呀？双排扣，你想想什么动物有双排扣？大哥，你怎么那么黄啊？来，
现在咱们是棒棒糖局啊，兄弟，所以说这一局所有兄弟姐妹不用送什么大礼物嘉年华，什么都不用送，全都把它放成棒棒糖，棒棒糖可以单个点，也可以一直点，点完之后有五个十个一百个那样的送，成组送，这个大家看量力而行就行，我们能送多少送多少，送不出咱们送一个，啥一个你说我一个也没有，那你就点赞啊，帮忙感谢大哥上票的大哥大姐，他们怎么说来着，给刷棒棒糖的点点关注对，咱们没有棒棒糖的宝宝你就不行，给刷棒棒糖点点关注吧我们刚才菏泽那位老乡佛系人生大哥你好，欢迎大哥来到雅雅的直播间啊，大哥您有什么需求吗，需要雅雅帮您点点关注啊还是什么呢，你就跟我说啊，或者想听歌都行，你可以这个在公屏上打，然后我们宝宝们跟着看一下猪的奶双排控别说话了，你送你棒棒糖吗，你是大哥的就送棒棒糖好不好，别让咱们家大姐们每天都在往上冲，是大哥的就送一送棒棒糖级别低送一个，行行行，级别低送一个都是满满的爱了是吧，感谢我们大姐们，谢谢我夕颜姐，咱们家几个姐姐都是战神呢啊，谢谢佛系人生大哥，谢 OK 哥，咱们家几个姐姐真的是战神，嗷嗷往上窜我感觉现实生活中如果说有人欺负我的话，说要打个架的话，我感觉我身后的姐妹们得一起去挠挠的那种，往往嗷挠那种啊，这个感谢双排扣啊说几句地产的烟台话，你想听什么，这烟台话就骂人比较难听，哎呦我的妈啊、嗯，谢谢咱们，如果说没有礼物的咱们就送一个，我是小妹就算了啊，你是小妹你加个粉丝团呢，大哥们发发力，别让大姐们瞧不起你是山东人啊，是我是新烟台人啊，在这儿有自己的事业，我只能送半个，那半个你给吃了想听歌的宝宝没问题啊，想听什么永不失联的爱是吗，谢谢我们夕颜姐，夕颜姐已经说了就瞧不起你们谢我夕颜姐的棒棒糖，咱们家姐姐们也理性消费啊，但是有礼物的大哥你不行，你就神豪你们就往前走走呢，就是做娱乐直播既然打 PK 了那咱们就是薅羊毛，哎呦我的妈共同富裕咱们就是情绪价值，你觉得你喜欢你就送送礼物，不喜欢就点点赞，你骂我两句都没啥说的啊，来那大姐们歇一歇别上了，给我们点面子只有棒没有糖了，啥不是他们家大姑要下播过来了啊，真的吗，不带那样的啊，不带摇人的，一摇人我喊十一哥了啊，哥对十一哥，哎宇哥过来一下吧，啊听哥哥小听听啥的啊，月清哥啊往这走一走啊，不行啊要被电商揍了，你必须证明一下情怀，必须打得过电商啊，对啊棒棒糖局，对棒棒糖局来送点棒棒糖吧，不行呢啊，对大哥麻将别打了，对把麻将先放一下，拿起手机呢不行，看看直播呢不行，对刷完礼物你再走吧，不行电话打了啊，能不能来大哥不知道能不能来真的不太知道啊，电话拿反了，那我现在唱首歌叫什么歌呢，嗯演技不错，别说话送送棒棒糖别说话别老拆穿我，大家送送棒棒糖啊、来你们送棒棒糖，然后呢我浅浅的给大家再来一首，哒哒来吧，好久我没有唱过这个，当我娶过她，吃过他的盛饭，见过他的美，也见过他刚起床素颜的样子，这辈子就当我娶过他了吧，
像失去了他，年少不懂爱与恨，热哭身旁那个他。也许这就是命运吧，注定我失去他。纷纷扰扰的世界里，好像曾经那个他。我睡过他的房间，喝过他的水，吃过他的剩饭，见过他的美，也见过他刚起床素颜的样子。这辈子就当我娶过她了吧。我承认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她，甚至连做梦都想和她在一起。可是命运继续，我喜欢她，却不允许我拥有她。怎么了？驻马店有大姑，我们山东没有二姑父吗？直播间，我想问问我二姑父在不在？我们山东没有二姑父吗？二姑父能不能往前走一走？美女，你唱歌好，真好听，谢谢。二姑父如果没来的话，我老姑父呢？老姑父能不能上场？小姑父呀，你刘老姨夫啊？来，兄弟们，棒棒糖局啊！我们棒棒糖局，宝宝们。这大姑真来了吗？老跟电干，不用怕，兄弟们，输了有医药费。哎呦我的妈！燃烧那爱情的火焰，去一把烈火在人间。哒啦啦，爱恨一瞬间，可曾记得彼此的脸？你的爱在眼里流淌。我师哥来了，我的心早为你疯狂。我就说我打电话我没说谎吧。我师哥说你臭不要脸的，你让我一个情怀跟电干。哎呦我的妈。没有，我大哥开展示了，都别说话。还有没有，大哥？感谢我们十一哥的棒棒糖。十一哥，这棒棒糖是一个一个点的吗？十一哥棒棒糖可以成组成组送，一三一四送，那有点辛苦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他们家大姐也太厉害了吧！我的十一哥啊！来，所有的大哥们一起来加加油！感谢麦基哥，谢谢十一哥。谢谢胡哥，谢谢黄金哥。哇，我十一哥真是，哎呦我。感谢玩哥。感谢串串，这是一个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够了吧？我感觉够了吧？我这有点薅大哥，有点薅的太严重了。玩儿哥，十一哥，我对不起你俩。多少有点不太那个啥的。以后十一哥就是我小姨夫。哎呦我的妈！驻马店有大姑，我山东有我小姨夫，
衣服。感谢十一哥，谢谢十一哥，感谢我们玩儿哥，谢谢玩儿哥，谢谢夕颜姐，谢谢小公子大哥，感谢我们佛系人生哥，谢谢胡哥，谢谢秋冬姐，昆仑哥，麦基哥，贤姐，谢谢所有送来棒棒糖的兄弟姐妹。十一哥，你以后做买卖需不需要我给你带货啊？不行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报答一下你呢？哎，还有玩哥，玩哥你家买卖需不需要说带货啥的？我家仙姐，仙姐需要不？不行，我看我用什么感谢你一下吗？谢谢大哥们啊，这谢谢我们大哥啊。十一哥说他永远都在啊，只是有的时候他就可能是在忙，偶尔的给他打电话，只要一拿出手机，十一哥就瑟瑟发抖。谢谢大哥们，谢谢大家。Hello, 我们给十一哥点点关注。也太猛了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刚才给大哥打电话了。我都没见你拿电话。我真打了，我说喂，大哥，打 PK 了，赶紧过来上片。行，那我输了，我怎么办？你说。这棒棒糖不会送啊，后面才整明白。对，我大哥一直在那点棒棒糖，一个一个点，我感觉累坏了。那个，你现在又在一团火旁边了哈。刚才没说这个罚啥？罚佳佳，你跳舞吗？佳佳，我会跳舞，你会跳舞，还好看呢。哦，我专业的，我学过的，有舞蹈老师的。但你不能糊弄我，好吧？我真不糊弄你。行，那你这样连个唱，来个唱跳，来个唱跳结合的，就这这样吧，就我说啥，然后我说怎么唱你就往怎么唱，我说往高唱你就唱高八度，我说低、okay. 你就低八度、okay. 我说跑调、你就跑调，我说跳你就跳。 OK， 好，来，好啊，这个十一哥你帮我去送个小礼物好不好？谢谢十一哥。两只老虎跑调，不怕风雨不怕累，快快把本领都学会，宝贝心为你指路，宝贝月亮为你祝福，成长是快乐的旅途，勇敢迈开你的脚步，宝贝妈妈怀里安睡。停行，我是幼师出生的，我真的教孩子。今天咱们怎么过上儿童节了呢？哎，这样吧，谢谢对面的医药费，谢谢。哦，对，我们两个两个大哥，哦，两个大哥过去了。嗯，记住了。你这样，那个，不然你附近有双排扣吗？嗯，没有。我这样，我还会跳性感的舞蹈，你看不？你确定性感吗？我必须得确定。好吧，啊，可性感了。那我再看一段，给我来个快乐崇拜。忘记的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。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？70、80、90还是我世代？翻开历史课本，答案就算自己找也会找不到，背也会背不好，放松让我来说，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，我拿着我的麦克风，唱着 old school show， you're ready to roll， 70的年代你不过我最嗨，可以吗？从来不肯 say goodbye， 可以，是不是性感？可以，你必须的，性感。我主要今天的衣服有问题， okay. 是。我下次穿个那个比基尼给你跳，跳的真好。先，我希望我你穿比基尼直播的时候，我还能看见你。
我们的存在，这个说实话，我感觉你跳的还不如我呢，我感觉。那我下次就不客气了，我把你打输，你必须得给我跳啊！我一定给你跳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好就这么定了。那可以了是吧？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！大家给佳佳别忘点点关注，谢谢嗯，拜拜。咱们也是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走，你走。嗯了，那存在这个歌，这个他怎么跳的？来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这这。多简单啊，刚才我放一下那个歌叫什么快乐崇拜是吧，虽然我没有学过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跳，试一下。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，放下了包袱的请跟我来，传开去建立个快乐的时代。帅头快乐到底属于哪个年代，七零八零九零还是我世代，不好意思啊，怕行甩烂了，让我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，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着 old school show， 要 ready to roll， 七零年代不过我最 high this school， 别人从来不肯 say goodbye。 哎呦我的妈。大哥，你这是喜欢我跳舞吗？大哥，你确定你这个马车是送给我的马车？我跳这么破烂的舞蹈居然能收到马车？站在酷男男女老老少少，我们穿着喇叭裤，又包着头在往里转动，左摇摆，想象来自星空。哦，黑不丁是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其实我一点都不胖，我现在是96斤，吃点饭呢是97斤，其实一点都不胖，只不过是离得比较近啊。以后你们看到我真实的，就你就知道我不胖了。谢谢纸哥为武大哥，谢谢大哥送来的一个马车，谢谢啊，马车就告诉我别跳了，要给我拉走是吧？问一下，咱们现在前榜三都是大哥，咱们三位大哥对我有什么要求？以后需不需要我带个货啥的？五哥的马车是让你别跳了。大哥说别跳了，给你个马车。谢大爷，感谢我大爷，谢谢山东我大爷。马车把你拉走，好，马车把我刺激吗，兄弟们？刺激，刺激不？大哥让你停，好，我停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别老嫌我胖，好吧？你老嫌我胖干嘛？大哥是鼓励你。咱们前三榜三位大哥，三位大哥，你们说，今天咱们剩下，咱们开一点点会，好不好？现在直播间19000多人，我问一下咱们家铁铁们，咱们三位大哥，你们三位大哥做生意需不需要我帮忙？那我要是再跳的话，是不是还有一个马车？啊，然后今天我发了一个段子，那个段子是2年前拍的，然后会比现在要胖一点，也是我发这个只是一阵风时候拍的，然后今天呢再推一下只是一阵风，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上搜索一下只是一阵风，一会儿牙牙给大家唱一下。大姑说下次也给你嘉年华医药费，知道，大姑也很敞亮，做生意的大哥们他们都比较有格局。其实我很多时候呢是咱们这个大哥大姐们来教我啊，教我说你应该怎么做，你怎么样做比较好，所以牙牙也去学这个，你得私下问大哥，明着问不更好吗？再跳一个试试啊，再跳一个，五哥还跳吗？五哥，哎呦我的妈，快乐你要听他一定来，再跳一个，大哥还不还是过分吗？大家可以各大平台搜索一下只是一阵风啊。嗯，没人理我，大哥们，大
大哥们支持我确实是什么都不图啊，但是我觉得我要不然我怎么报答他们呢，怎么说是不是、啊、欢迎我们老李头啊、你再跳舞我就送小星星了。男主是谁？那个是个摄影师助理，还男什么主啊，追着评论区喊男主是谁。我 CRF 你能帮我带货吗？你吃软饭你让我帮你带货。大哥搞房地产的，那卖房子也卖不动啊，那在网上。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，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。放下其实78岁大哥，大哥没有说啊，跳一个黑桃 A。去建立一个快乐的时代，来咱们来首只是一阵风。刺激说，咱只能说咱家大哥真给力，兄弟们。我们家姐姐们，咱们家每一位姐姐都很给力，但是咱们家大哥啊，在真正的时候是非常给力，超级给力的。一个大哥也可顶千军万马，我们家有那么多哥哥姐姐们一起助力，然后最后的时候还有大哥来出马，这就是什么凝聚力。把三个大哥都耗成电灯泡了。十一哥，我知道你在直播间，你说句实话，你肯定不是电灯泡，你是不是满头非常茂盛的头发？气氛凝结沉重，你坐压窗笼，把我的眼神冰冷陌生，爱情失去无声，只留下遗憾几层，分开的过程太痛，还是像梦转眼间离析斑驳，看故事走向了尾声，原来你只是一阵风。失去无声，只留下遗憾几层，分开的过程太痛，还是像梦转眼间离析斑驳，看故事走向了尾声，原来你只是一阵风。谢谢我们十一哥的马车，感谢我们玩哥的火箭，
谢谢我们送礼物的哥哥姐姐们。这首歌是牙牙两年前发的一首歌啊，然后可能会唱的人不太多。欢迎逍遥哥。哇，原来我唱自己的歌也有这么多礼物收。以前我唱自己的歌就没有除了自己的粉丝们啊，就是没有。男主是我们这个摄影师的一个助理，拍的是情景的。你们更喜欢这种情景类的这个段子是不是？但是特别难拍，这个我大概拍了得有6个小时啊，因为它镜头特别多。大家可以去转发，可以去拍啊。谢谢十一姨夫。快去看看评论区的粗钢打翻了。这个拍摄因为我没有男生的朋友，所以当时拍的时候是摄影师的助理，感谢我们五哥啊。所以说欢迎逍遥哥，再次欢迎逍遥大哥，谢谢我们十一哥啊，感谢咱们守护大哥们。这个歌其实就真的很好听。评论区都是打翻醋坛子了，这个是摄影助理，他主要表示的呢就是两个人就是不在一起了，但是也感激你曾经陪我的那一段路，虽然你只是一阵风，但是也感谢你啊，不远千里啊拥抱过我，这种比较好啊。但是这种特别难拍，拍这种段子要很耗力，很耗时耗力的。摄影助理出来走两步，广东，我那是在广东拍的，那是在广东拍的，在那个在广州。这首歌是你的原唱吗？对对对，我是这首歌的原唱，大家可以在去各大平台搜索，叫《只是一阵风》啊，抖音上也有，大家可以用这个牙牙拍的原音，然后去拍段子，发一个小段子也是可以的。感谢我们宁静哥啊，谢谢大家。啊，今天好开心，我也好开心。然后谢谢咱们大哥，今天大哥们又破费了，吃醋了，这有啥吃醋的呀？那过几天我们4月初短剧就开拍了，那怎么办呀？那你们不得把男主给吃了？4月初拍的短剧，男主是我们这个电影学院的这个学生啊，男配角啊，这个配角就是男二号，是电影学院的一个学生。让助理刷哈子吧，好吧，那咱们今天咱们就这个到此结束，好吧？好，都吃醋了，助理知道，再来一遍啊，再唱一遍呀。好，那我再唱，从后面开始唱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歌没有办法从后面唱，没听够吗？你们是？一会儿还开不开会了？开，一会儿用小号开会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可不可以？气氛凝结沉重，你催呀窗落，看我的眼神冰冷陌生，爱情失去无声。只留下遗憾几层，分开的过程太痛，还是山盟转眼间离析分崩，看故事走向了尾声，原来你只是一阵风。自己，谢谢我们任逍遥大哥啊！逍遥哥今天在朋友圈还做了首诗，感谢我们的诗人逍遥哥啊！谢谢小海洋，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每一朋友，谢谢我们胡哥、莎莎，我们别忘了给榜四的莎莎点关注啊！谢谢我们五哥，感谢佩婷姐、秋冬姐、水姐、小歪、天空姐、宁儿姐，谢谢真然姐、贤姐、安安姐、丽姐、帽子哥、陆家、西元姐、宁静哥、侯星星、薯片，感谢恋海 RJ， 谢谢小海洋，感谢刷刷、花开半夏、天使姐、
红红，感谢我们红尘哥，谢谢黄金哥，感谢宋宋，谢谢期待美好时光梅子姐，妮子情话，感谢一夏之风张姐，吴大小姐，一一七男人哥小心意，狗狐 FY 日落，感谢听友明星加诺，谢谢风信子，感谢阿里小歪，谢谢曙光莲蓉，感谢小舅涛姐英姐，谢谢榜上的每一位宝子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一会儿我们开会。